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.醒察智，醒察布施波罗蜜，大菩提乘之道，所行障住杂论。六，什么是波罗蜜的条件？同样的，此人以广大业向我致敬，因此应依其恭敬如实的做。由于生命一向善坏，即使没来乞讨，我也应该施予，何况前来讨乞。广大依乐的菩萨，在找到接受者后才能布施。由于我的福报，受施者竟然自己前来，虽然由于乞求者导致布施，但我才是此受益者。就如受益我自己般，我应摄益此一切世间，若没有祈求者，我如何能圆满布施波罗蜜？我应只为了祈求者而拥有一切财物。何时祈求者能不用向我乞讨，就自行拿取我的财物呢？如何我能受祈求者喜爱欢喜呢？如何我能喜爱欢喜他们呢？如何我能在布施时和布施后悦意欢喜升起喜和喜悦呢？如何我能有祈求者并有广大的布施依乐呢？我如何能未经讨乞下知道祈求者的心思而行布施呢？再有财物和祈求者而不施舍，对我而言是大欺瞒。如何我能施舍自己的肢体和生命给乞求者呢？应使现即舍的倾向。在乞求者前来乞讨时，接着应再如此省察：此人给我从事最上善行的机会，因此我不应错失良机。由于生命必有结束之时，即使没来乞讨，我也应该施舍，何况前来讨乞。有很强意愿想要布施的菩萨，会四处寻找接受布施的人，而现在由于我的福报，竟然有乞求者亲自前来接受我的布施。虽然接受财物的是受施者，但我才是真正的受惠者。我应该如同利益自己般，利益一切有情众生。如果没有人来接受我的布施，我如何能圆满布施波罗蜜呢？我应该只为了给予乞求者获取并积累财物。什么时候接受者能不请自来，给我从事布施的机会呢？我如何能慈悯地对待受施者？我如何能被受施者喜爱欢喜呢？我如何能在布施时欢喜，布施后欢喜呢？如何能使受施者前来，让我有很强想要布施的意愿呢？我如何能知道受施者的心思，能无需乞求下布施他们财物呢？在有物品可布施，并有接受者的情况下，若不布施的话，对我是很大的错误和损失。如何能布施我的生命和肢体给有需要的乞求者呢？应如此使自己升起布施的倾向和意愿，此布施的利益跟随不期待回报的布施者，就如昆虫无意地
跟随投出者般，应升起不期待布施利益的心。就如回力镖无意地回到投掷者的所上般，或者就如跳虫无意地跳回投出者那里般，同样的布施的善果报也会降临在不求回报的布施者。菩萨从事布施，除了成就佛果外，不希求或期望天界之乐或人间之乐的果报。在乞讨时，若乞求者是喜爱之人，应升起喜悦，喜爱者向我乞讨；若乞求者是中立之人，应升起喜悦，此人向我乞讨时，必将以此施舍成为朋友。由于布施会受乞求者喜爱的缘故，若怨敌之人乞讨，应升起特别的喜悦；敌人向我乞讨，此人向我乞讨时，以此施舍，必将怨敌变成喜爱的朋友。如果乞讨者是喜爱之人，应心生喜悦；喜爱者来向我乞讨，如果乞讨者是无爱恨之人，应心生喜悦，此人向我乞讨，由于布施会受接受者喜爱，因此我们将成为朋友。如果乞讨者是怨敌，应特别升起喜悦之心，敌人来向我乞讨，由于布施之缘，我们将成为喜爱的朋友。如此就如对喜爱之人般，对于中立而怨敌之人，而应使现起以慈为前行的悲，然后再布施给他。因此，对于无爱恨之人和怨敌，应该如同对待喜爱之人般，应以慈为前行，再升起悲悯之心，然后再布施给无爱恨之人和怨敌。假如由于常时配满贪，可能对可施法之境升起贪法，该誓愿的菩萨应如此省察：你这个善人，在发圣愿三菩提时，你不是为了注意一切有情已经舍这个身体，并将该舍的福德达成此目的吗？你对身外之物升起执着，就如大象慕玉般，因此你不应对某财物升起执着。譬如伫立的大要树，需要根者取走根，需要外皮、皮、干、枝、心材、枝条、叶、花、果者，取走外皮、皮、干、枝、心材、枝条、叶、花、果，虽然被砍取根、皮等，该树不会从事寻思，他们取走我的所有物。同样的，在致力于为一切世间的利益而努力时，我对用来帮助注意他人的这个大苦不知恩恒常不净的身体，即使微小的邪寻也不应升起。内外大种一向毁坏散坏消灭之法，有何差别呢？这只是在痴迷的展现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，这是我的自我的执着罢了。因此如同外财般，即使对内置的手脚眼等和肉等无有顾虑后，应以放舍之心，有需要者请取着他吧。如果由于长久以来受到贪欲的影响，可能对布施的财物升起贪爱之心，舍不得布施，这时
发愿成佛的菩萨应如此省察，你这个善人在发愿成佛时，你不是决意愿舍自己的生命，并将所修的善业帮助所有有情众生吗？对于身外之物心生执着，就如大象沐浴般。因此你不应该执着任何财物，譬如耸立的大药树，需要根者取走根，需要外皮者取走外皮，需要皮者取走皮，需要干者取走干，需要枝者取走枝，需要心材者取走心材，需要枝条者取走枝条，需要叶者取走叶，需要花者取走花，需要果者取走果。虽然被砍取根皮等，大药树不会想，他们夺取我的物品，同样的，在我致力于为一切有情世间的利益而努力时，即使微小的不善心念也不应升起，应善于利用这具充满痛苦厌恶不尽的身体。劣质的身体和外在的世间都逃不过坏灭消散的结局，内外的四大有什么差别呢？在内外四大无差别的情况下执着身体，心想这是我的，这是我，这是我的自我，这只是愚痴的展现罢了。因此应该如同对待身外之物般，不在意自己的手脚眼睛耳朵肉血等，以施舍之心，有需要者就取走吧。由于如此省察，他精勤于三菩提，不顾自己的身体与生命，毫无困难地使身与意业极为清净。由于他的身与意业极清净，因而清净活命，助力于如理行道。由于具有离去方便善巧，更有能力以舍可施法、无畏施和正法施来摄益一切有情。到此为布施波罗蜜的省察方法。由于如此省察，他不再顾虑自己的身体和生命，为了成就佛果，能轻易地舍弃他们，因此身与意毫无困难地非常清净，进而活命清净，建立起修行导致涅槃的真实之道。由于拥有善巧于明辨善恶果报和去除不利的智慧，因此更有资源和能力从事财施、法施和无畏施，以摄益一切有情众生。阿帕尤帕亚可萨勒，离去方便善巧，常不互助为阿亚帕尤帕亚可萨勒。来路离去方便善巧，是指善巧于得失或获得与损失的方法。来入是指增长，是由减少或去除不利和升级有利来达成增长之意。离去是指不增长或损减，是由减少或去除有利和升起不利来达成不增长或损减之意。清净道论将来入善巧、离去善巧和方便善巧归纳为三种慧。来入离去方便善巧，从修定而言，是指善巧于提升定力和退失定力的方法。从经商而言，是指善巧于收入和支出的方法，或者精巧于赚钱和赔钱的方法。
以上是省察布施波罗蜜的方法。萨度，萨度，萨度。